明年上主播台。我先学习一下这个。第二年来了。第三年，太巧了，我受不了。来了来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第四年 ，Hello， 宝宝们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啦。睫毛是重的，眉毛是稳的，戴了气垫根本不需要化妆啦。这一年我用的都是超黄皮面霜和凌家蔚的大牌面霜。这欧莱雅可是保洁亲闺女，隐藏大 boss。他们家的信号太温和抗老，能激活脸上大部分的胶原信号，配合我自创的按摩手法，能够紧致下颌线。你先站不？站不？扎个头发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但是，来来，看我侧脸，下颌线好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